荷花怎么养才能开花？一篇简单易懂的指南。荷花是一种美丽的水生植物，在家中种植需要选择合适的容器和泥土，正确的养护方法和技巧。一般选择观赏型、食用型或药用型的品种，每隔2至3天浇水一次，每隔15至20天施肥一次，定期除草，防治病虫害。荷花需要充足的阳光和适宜的温度，促进开花的技巧有保持光照和适宜温度。人人可用的 AI 创作工具。